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佛教这个来自东方的古老宗教，是不是适合西方人？我的答复是，一切宗教的教义，拢是针对人类的根本问题。只要人类，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，不管是白种人、黑种人、黄种人还是红种人，只要是人类有生老病死之苦，就拢相同。只要有这基本的人类的苦存在，就无佛教适不适合西方人的问题，因为佛教的真理所讨论的，就是这苦。汉藏一家显密相融，就佛法弘扬及流传的时间来讲，先期流传的是中国佛教，西藏佛教流传较慢。对当为如来弟子来讲，汉传佛教是合众，西藏佛教是学的。中甲学弟会当互相切磋，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代志。学弟一定爱向学长学习，但是学长也有可能向学弟请教。
天性基础顶修习必成，咱应该伫天性的基础顶来修习必成，因为如果无天性为基础，根本就无法度通修学必成。所以显密并不是毫不相关的。世尊在鹿野苑初转法轮的时阵，先建立整个佛教的体系；二转法轮的时阵，就广说空性的教义。三转法轮的时阵，在空性的教义以外，讲到心这个问题，这跟密性就有关联了。所以佛陀先建立小乘教法了，再宣说大乘教法，在大小二乘圆满之上，再宣说密乘教法。由佛陀三转法轮的教法中，咱可以正明显的得知，佛法是层层铺叠、前后相向的。诸行人诸人婆切，我将来无想过爱伫下一边的生命历程中拥有任何的名利才华，真正无。Thank you.
但我时常希望来世当拥有一份无私的大爱。如果伊会当陪伴着我，就不管到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幸福甲满足，拢始终甲我同在。我的师父曾经跟我说，咱活的唯一的理由和价值是培养爱和付出爱。这句话我衷心难忘，也希望生生世世别记又别记住。以前有几个人做伙坐一只牛皮的船过河，特别到河心的时阵，这只船只因为超载而特别沉落去。船夫甲大家讲，恁中间会晓游泳的人都跳落去，啊那拢总袂晓游泳，啊那我来跳落去，恁来过船。且知影讲，全船的人拢既袂晓游泳，也袂晓过船。这个生死关头，一个清客相告，有其所有的人拢死，不如我一个人死。有时伊毅然决然地跳入去河中而死，这种死是因为爱而死，这就是爱的力量。世上最完美、最无私的爱是菩提心，伊是地球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甲情感。
虽然不是因为爱而投生，但咱可以因为爱而活的，也可以因为爱而死去。因此，这是一篇遐尼幸福、遐尼有意义的生命旅程啊！当年佛陀是因为爱而诞生，因为爱而生存，因为爱而完结。咱学大乘佛教的人，也应该因为爱而活的。家的爱，包括一慈悲，其中的慈是指将心希望所有的众生会当拥有幸福，甲幸福的因缘。中的悲是指将心希望所有的众生会当远离一切痛苦。爱心，也就是喜爱所有的生命。
爱因斯坦，伫暗暝，伫迄个科学甲宗教迄本册顶头讲过，科学若无宗教是摆开，宗教若无科学是邪迷。对一位标准的大乘佛教徒来讲，我的理由是一种爱。爱的力量，使因伫任何痛苦下，拢活咧、徛咧、前进，永远无为家己的痛苦而倒落去。女大当嫁，生儿育女是身为女性的天职。对于小玉，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，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，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喂她。我常在想，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我每天辛勤的工作，相信有一天能见到她。我一直疑惑着，没能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，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呢？这天我被扣上了项圈，戴住了羊圈，大师傅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，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曾相似，我觉得十分害怕，脚步停了下来，眼前的小身影使我雀跃，原来天伦之乐是这么简单，这么的幸福。
伫禾城园内底加食，大部分拢是人淘汰的生卵鸡。因老啊，破病，佫袂生卵，所以讲，予遐蛋农佮袂掉淘汰。海草法师真慈悲，将因遮个淘汰，要用台生卵鸡佮买落来，放伫咱禾城园内底，环境好，佮悠哉。禾城园靠近白河水库，风景真水，环境也真清幽。放伫遮个鸡，因遮生活了也袂歹。段时间，阮豆豆仔甲饲，饲到伊慢慢啊恢复健康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这饲过来，刚刚这种有感情。我来一直来饲，饲到生命旺盛迄一天。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。